新电影《药神》还是可以的，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双丰收了，真的是挺不错的，故事情节什么的也是比较让人感动的。山市乙的票房可以说也算是很高了，毕竟这种社会题材的电影本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卖点的，但是耐不住刚到我们的社会就需要反映这个，也算是获得很是时候了。没错，票房过30亿的沈腾虽然说知名度跟粉丝观众都不怎么多，但是就是有很多戏喜欢看沈腾的电影，这部喜剧拍的也是可以的，就算是豆瓣的评分再低也挡不住4天就10亿的票房啊。电影的好坏不仅仅是评分就可以的，观众朋友的认可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说看这票房的表现，这部电影也算是很成功的了。喜剧电影的开局都是很好的，希望也能走更远一点。王博，现在的明星们火起来之后都有了做导演的意思，可能是拍的片比较多了，对导演的基本操作都是比较了解的了，就有了自导自演的想法了，拉着王宝强，请来了舒淇，叫上了张艺兴，